办法就是说，现在虽然说比较少，但是正因为少，我们看樊振东的发球，上旋的能力啊。哇，然后打弧圈啊，现在漂亮，打的真的是非漂亮，但是小胖的反手顶住了，刚才那板太关键了，太关键了。樊振东果然是，樊振东果然是有实力，有实力，点非常好，很下旋，哇，漂亮。球权，第一局局点球权，好，非常好，反手逆旋转，哇，哇，漂亮，各一个抢攻得了两分，哎呀，太快了，绝对优势，延伸总体来说命中率奇高，我们已经多少年没看过，我们看啊，小胖现在7-5领先，嗯，命中率奇高，你看，哇，一板爆拍，这种大力的球的时候还是啊啊，樊振东赢了，8-1拿下。